杰西卡哭诉遭姐妹逼退，男友撇婚头。我就说嘛，少女时代还是姐妹情深。哦，怎么说？她一定是舍不得杰西卡被逼退团，昨晚在深圳开见面会才会哭哭的啊。哦，但杰西卡今天有发声明反击，看破姐妹情，老实给啦。她说一开始跟公司说要投资副业的时候，大家都赞成，而没想到九月初的时候，团员们突然改变立场，降了。杰西卡不放弃副业就离开少女时代，结果真的被踢出去啦。李希卡好可怜哦，韩国媒体临时背起来一直黑他呢，说杰西卡一月就预告我明年五月要结婚了。金家我知道了，还说他七月喊着要过自己的生活，老娘不想再跳了。而且还任性计划跟男友去美国留学进修服装设计，冲刺时尚副业，所以才被人家坏了啦。根本乱写，杰西卡男友已经否认要结婚了啦，我不就担心又听不到杰西卡唱歌了啦。苹果浪泪。报道。